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尚聚焦，呃，跟大家分享一些疫情疫苗这事儿，说不让谈，我还跟大家分享这些故事。呃，我们我们换一个方，有朋友说，涛哥什么事儿也得做个决定啊？那你什么事儿要没个决定的话，那也不是那么个事儿。这个这个，我觉得我完全赞同。有些事儿是个人的，谁也代替不了谁。这地球上没有俩人一样的、啊，就。 就明确表示出每个人的命运都不同，每个人命运不同，每个人真正的现状不同，每个人正是因为他的不同，就他的存在的独立性，是他真正的尊严。所以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呃，那我就我变个方式，今天刚才突然想到跟大家分享疫苗跟疫情的问题，但中国的问题，我。 呃，北京出现了一个本土性的病毒啊，那个我们单独再跟大家讲。在我眼睛里，这是布局啊，瘟神布局。现在根本瘟神没动手呢，只是布局，就是他把东西撒完之后，瘟神想动手的时候，开关一就钥匙一拧就行了。呃，给我我我我这期节目。 把我能看到，我就我做一个省事儿的，我就中文能报道出来。现在所有能报，香港、台湾媒体能报道出来，它是都是翻的。我给你罗在一，我给你罗列在一起，大家会出现一种感受，就是这一次世界各地，现在世界各地都是病毒，但只病毒不死人，但有关疫苗的问题呢？ 呃，各家想各家说法不同，政有关如何处理的问题呢？各家处理方法也不同。今天早上一大早，这是多伦加拿大的多伦多的《星报》的报道，下面是加拿大多伦多《星报》的报道。所有北美媒体都在报道这件事情。加拿大西部的阿尔伯塔省，阿尔伯塔省的省长呢？ 是个保守党人。阿尔伯塔省从今天开始，对测试中共病毒显示阳性的人，就是有病毒携带者人，不再要求他们进行自我的呃自我监禁。自我监禁。联邦政府原来，加拿大联邦政府要求十四天啊十四天测，如果你你有。 就是你测试是显示这个病毒携带者的话，测试是是是正的阳性的话，叫就,就要自我封闭十四天，很严的。那从任何海外回去，只要没打疫苗的，包括从美国回去，回到加拿大十四天。你如果从美国想入境，如果你从美国，你现在陆路想入境加拿大，你比如说在大瀑布，在任何一个入境口。 那加拿大要要求你提要求你提供一个在美国三天之内进行的啊病毒的测试结果报告。如果你没能按照他的要求提供这份测试报告的话，或者你提供错了的话，而你执意要入境加拿大的话，罚款六千五百美美元，六千五百加币是六千五百美元。 哎，如果那怎么办？你只能再返回美国境内，跟美国官员说清楚。美国官员都让你这个回去，你再找地方去测试。有，现在都不多测试，美国测试都不多，两百多块钱一个大概。呃，两百多块钱一个，一个小时之内呢能出结果，然后你再回加拿大。当你进了加拿大海关之后。 加拿大又不信美国人的，他让你提供这个报告，然后他又不信他的，坐地在海关门口，你再测一把。啊，在海关门口，你必须再测一把，测完之后再给你个盒子，你带着盒子回家，在家要待十四天，在你在家里待到第八天的时候，你自己透过电脑再测试一把，那个电脑那个那个护士有个。 加拿大政府雇佣的人，透过视频眼对眼的告诉你你要怎么做，完全是在被监视的情况下。而加拿大，他是这么，他是这么个状况，可能是世界上封锁关、封锁海关最严的，而且对这个对他的国民采取的方式呢，也是最最厉害的。结果偏偏是加拿大，这是全球第一个第一个省。 对测试显示阳性的这个这个患者啊人不再进行要求啊、呃、监禁了，那这个概念就完全不同了。他认为他认为我我今天听别的新闻说他认为现在中共病毒类似流感，不过如此了。而且呢，安、啊、我不知道他们省打疫苗的人是多少。加拿大在争取。 接受疫苗百分之八十，他在他在争取是这个数字，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状况。如果这个东西，如果这个东西只要被外延的话，被国际社会接受的话，这个事儿就停了。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也不停。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就这样就成了。你你反正你把它叫什么都成，但是世界各地完全不同。